第七题，某物体甲质量为十公克，体积为一立方公分，则甲的密度为每立方多少公克？那我们看到的简单的利用我们的密度的公式 D 等于 V 分之 M， 我们的质量十公克，体积为一，所以算出来的我们的密度就是每立方公分呢十公克。第七题问我们说，则甲的密度为多少每立方公分克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 十。